好，现在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。现在进入我们直播现场啊！现在双方选手正在互相准备球。我旁边一个外国小哥哥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说什么啊，给我逗笑了。他一脸懵逼的看着我。旁边场子一个选手突然跪地啊！今天这个场子非常的混乱啊，不知道能打出什么样的球。祝我们中国小将好运啊！这两位好。小将啊，不了解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多关注啊，了解一下。好，现在发球了啊，对印尼选手啊，我们小将对印尼选手今天是总决赛，现在是啊，是我们世界杯的总决赛啊。两位中国小将对印尼的这两位选手啊，来自印度尼西亚这两位选手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啊，曾经多次征战世界的这种羽毛球大赛啊，拿过数万枚金牌。现在我们小将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，非常好啊。印尼选手这一下心急了，想来一个这个扣球去压低我们中国队选手的这个进攻防线，但是没想到扣到网上了啊，出师不利。现在中国队赢得发球机会，发球漂亮，哎，擦网了球，稍有一点点可惜，这个球稍有一点点啊。接球，哎，没有接住，稍微有点可惜，没关系，中国队选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出界了，没事，你别瞅我呀，你瞅我干啥？我是一个记者，你瞅我，你就能进球啊。好，现在中国队发球，漂亮。咋的？这啥意思？出界了！哎呀，非常可惜，我这看不见，出界了，太可惜了。非常可惜啊！没有体力了，可能是。我现在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他要说我，我怕我们中国队队员跟我急眼。中国的得一分啊！印尼选手这个没有过网，现在准备好了。哎，为什么出界呢？我们这个中国小将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搞的？怀疑他昨天晚上有不轨行为啊！哎，这个球打得还可以，挺漂亮。印尼选手这个球杆的姿势打得特别好啊，一个反手啊，特别漂亮，刚才那个球。选手非常漂亮啊！中国小将试图的去够这个球，但是没有接到。啊！准备好了，开球！哎！哦，出界了啊！这个球是一个出界球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出界的。选手小将拿着球，准备发球。哎呀妈，这有个杆儿啊，拍不帅呀、啊、这！哎呀，非常漂亮，刚才那个动作啊，虽然你们没看见，但我看见了，非常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哎，这一定是在跟我们开玩笑，给了我们一个送分题啊。好，哎，漂亮。杆打了我们帅气的小哥哥，哎，漂亮！全场一片呐喊啊！小哥哥也喊出了心中的怒火，非常漂亮的一记。
好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我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啊，怕小哥哥跟我急眼。不好惹啊，这小哥哥。这小哥哥发球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接球，漂亮。哎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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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们红衣小队啊，也不累啊，也不菜啊，非常棒。我看一下啊，小哥哥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，看来我们这个小将啊，中国这绿衣小将啊，小哥哥，小哥状态回来了啊，小哥哥状态回来了，好球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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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球，小哥状态回来了啊，非常棒。希望我们这个小哥哥能放稳自己的脚步，漂亮。希望小哥哥能放稳自己的脚步啊，这一局一定要稳住，放稳自己的脚步。已经找到感觉了，漂亮，漂亮。真的已经找到感觉了，已经找到感觉了，非常非常棒 ，yes。好，现在交换场地啊，现在交换场地啊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状态，中国队啊，保持住状态。好，现在印尼选手啊，现在正在这个说悄悄话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印尼选手非常漂亮，保持住状态。啊，他说 ready go 啊，给不会英文朋友们解释一下，就准备好了，来吧，好，开始，现在开始，啊，他们假装发了两下球了，就逗着玩一下啊，好，准备，哎，出师不利啊。小姐姐举手示意，开始准备好了。哎，一个没过网的球。印尼选手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印度选手，印度选手经常这样。哎，啊，出界了，姿势非常帅啊，姿势非常帅。我们小哥姿势非常帅，但是出界了很可惜。小哥发球，哦，接住了，他居然接住了，天啊！天啊天啊，这就是史上绝无一人能接住刚才那种高难度的球，我没有看错吧？简直是惊人的一球！好球！准备好了，先打下，好，漂亮，继续接住，找到节奏，漂亮。小哥非常帅啊，我不知道拍没拍着他，光看他打球了。哎，现在对方选手已经学会了啊，已经学会了，偷学了一点，从我们小哥的啊。哎，非常漂亮啊，这个是太帅了。好球！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我这就得往这边挪点儿，就拍不全一点。我都已经上到我们这个评委台上来了，作为一个记者，站到评委台上来了。好，作为一个记者，评委就在我旁边啊，在这儿慈祥的看着我。好，漂亮。关键时刻，关键时刻，中国队能不能拿到这次世界冠军？就看这一场，就看这一次啊！非常的漂亮啊！我们小哥爆发了，爆发了，内心小宇宙啊，爆发了，我都能感觉啊，喷出来了一个。这个球过界了，出界了，没有关系。稍希望我们这个小哥稍事调整啊。哎，我们小将。小姐姐准备好，小姐姐一球非常漂亮，小姐姐很给力啊，很给力。奥运史上从来没见过年龄这么小的选手有这种魄力的啊，非常给力，祖国栋梁之才。好，准备好，中国队发枪。哎，非常漂亮，这个小姐姐啊，这一个小跳啊，
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啊，激动的我都已经不会说普通话了啊！现在山东话都已经出来了啊，开启山东话模式。好。哎哎，这个球不是不怨我们中国小将啊，刚那个球那个小姐姐啊，没办法，谁都接不到，这谁都接不到，太难了那个球。打过去啊，没有过网，可惜，姿势很帅啊，但是没积分。哎，我们小将也非常给力，小哥哥给力，加油，继续，快，掌握好节奏，节奏，注意节奏，注意控制节奏。还有最后一点啊，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，现在场上真的是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热闹啊，两队的观众都已经开始。全部打伤进医院了啊！现在只剩下记者和运动员在现场，还有评委。那去，好，运动队发球，哎，出界，出界，不知道这个球裁判会怎么看啊？非常的漂亮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，哎呀，没事，拿不了冠军也没事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背后罩着你啊，没有关系。非常漂亮啊，我们小哥哥，哎，这个球出界了，出界了。其实刚刚那个球小哥哥不应该接啊，他们那球其实也是往出界那边打的。小哥哥，你啊！帅气的一球，天！加油！好球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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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准备发球！发球！哎，没有过网。选手准备发球！哎，印尼选手想用他的嗓子。嗓门来吓唬住我们中国的选手，那可能吗？不要做梦了啊！很激烈，很激烈，又得一分，中国队又得一分啊！全场一片呐喊，一片欢呼，一片呐喊。漂亮！好，两队啊，现在拍手示意啊，友好，两队拍手示意友好。想想这个快速的下台去采访一下，这一回真的是绝杀了，我终于可以采访我们的运动员了。好，快速的去采访一下朋友，啊，快跟着我一起来，大家，跟着我一起来，快速啊，小步伐，快速啊，快速的去采访一下我们运动员，快速采访一下我运动员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姐姐。啊。你得了冠军有什么感想吗？晚上可以吃小龙虾了。小姐姐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我们小姐姐表示非常开心。小姐姐表示非常开心啊。我们小哥哥来，运动员。我操我操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？没有一个字，就是爽。好好好好，得冠军了啊！行，这一次我们世界冠，我们的这个奥运会啊，奥运会啊就到此结束了啊。场上啊，教练们开始打球了啊，教练们自己评一下这些教练们。行了，不说了，说不了了啊！明天同一时间啊，对对对，插播一个广告啊，明天下午5点的时候啊，我们 CCTV 五啊，下午5点20分整会直播这个跳水啊，世界跳水，是奥运会的世界跳水啊，然后大家欢迎过来收看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我是前线记者小杨。我是前线记者小杨啊，那就先这样了，再见。